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黑白夫妇频道，我是木前。血案清闻这个系列的案子啊，实在是不好找，之前在视频中呢已经多次的提到了。那这种比较好玩的又能够展开篇幅足够讲一整期的案子呢，我能找到的已经讲的差不多了。所以如果有小伙伴知道一些比较好玩的案子，能找到出处的又足够篇幅的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给我推荐和投稿。而就目前来看，今后这个系列呢，我可能会做成一些有趣的小案子的合集，就有点类似于之前做的那期人类迷惑行为大赏。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，今天合集的主题是战袍。2018年12月17日，浙江义乌的铁路民警在执勤的时候发现了一名男子。这名男子呢，身着一件黑色的卫衣，上写四个白色大字，逍遥法外。那这件黑白分明的衣服啊，让他成为了整个火车站最靓的仔。嗨，那民警呢，在观察了他好一会儿之后啊，还是没忍住好奇心，于是上前盘问：“你是谁？从哪儿来？身份证出示一下。还有，你为什么要穿这么一件衣服？”该男子呢，拿出身份证回答道：“这个呀，我在网上看到的，觉得很潮，很有个性，我就买了。”民警听完，好奇心满足了，那么我们就例行公示一下吧。于是呢，就拿着他的身份证对照了一下网上的在逃记录，结果发现这名男子还真是一名在逃的逃犯，于是将其逮捕。这男子呢就一脸委屈啊，我怎么穿个衣服还给我逮捕了呢？那回到派出所之后呢，民警就问他：“你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不是进行过诈骗？”那这个时候，这名男子啊才恍然大悟，他表示。我在年初的时候啊，确实因为一单手机的生意啊，骗了一个人5000块钱。但事儿都过了这么久了，一直也没什么事儿。谁知道他报警了，还把我列成了逃犯。我还在想呢，我怎么买一件衣服穿就给逮了呢？同样在2018年10月27日凌晨，广西柳州警方接到报警，说三中路某单位宿舍区啊，有人在偷电瓶。于是警方呢立刻出动，把正在盗窃的莫某抓获。警方呢在现场还找到了几个刚刚偷到的电瓶和两辆可疑的电动车。于是警方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团伙作案。于是呢警方就对这个单位宿舍区啊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，终于将周某、韦某抓获。同时呢还查处了27个刚刚偷到的电瓶。而这位韦某呢身穿一件第一个案件中同款的逍遥法外卫衣。但他呢并不是因为觉得很潮很有个性，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件衣服啊可以保佑自己不被警察抓到，是他每次行窃的时候必穿的战袍。最后警方为了教育这个中二的韦某，就打印了一张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字条，并且邀请他与之合影留念。2019年3月底，上海静安呢有一个店铺被盗，店主呢选择了报警，同时提供了自己店里的监控录像。那这个录像就显示，有一个身穿蓝底白点上衣的男子进入店铺之后呢，发现店主的手机啊正在充电，于是他立刻拔掉了电源，把手机放到自己的兜里，扬长而去。总过程呢不到5秒，动作非常娴熟。而民警看完监控之后表示，此前这个地区啊刚刚发生了好几起几乎一样的案件，而这些监控设备呢也都拍下了过程，而且确信拍到的是同一名男子。因为除了他的作案手法之外，他的穿着打扮啊也没有任何变化。于是警方认为，可能因为当时的天气还比较冷，所以罪犯的外衣啊不太容易去换洗，所以蓝底白点就成了重要的线索。于是警方呢就到附近的店铺里挨家挨户的去做宣传，请大家留意提防一个穿着这个蓝底白点上衣的男子。那很快呢就有一个店铺的店员来警方这儿报警，说看到了这个蓝底白点男子。于是警方立刻出动将其逮捕，而这个蓝底白点男子呢也对自己的盗窃事实供认不讳。但是男子表示，我才不是因为天气冷所以我不换洗衣服呢，是因为我第一次穿这件衣服进行盗窃的时候没有被抓，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可以给我带来好运。我每次在行窃之前呢，会特意换上这身战袍。我们白子呢？白子肯定太不配。讲完今天这几个案子呢，我觉得设计服装的厂家呀，真的可以做一些“我是逃犯，快来抓我”的系列服饰，让这些傻贼啊都有一件自己爱不释手的战袍。这样呢没准还能帮助警方省下很大的精力去调查和抓捕，
可以把这些时间和精力啊用在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上，哪怕是让警察叔叔们休息一会儿呢。当然这是句玩笑话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视频，欢迎慷慨三连，多多在弹幕、评论、私信中与我们互动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黑白夫妇愿世界和平。